那个 craving 呢，是在当时候很想吃什么时候，你就很想很想吃得到。那我平时呀，你有一个具体的例子？具体的例子啊，好，好像说我突然间会很想喝可口可乐，我会很想吃酸酸甜甜的东西，我会很想喝某一种口味的汤，我会很想吃糯米，我突然间有时候很想吃喇沙，突然间的，那我饿的时候的我就一定要吃，我不吃的话，小的在里头呢会抗议，跟普通人肚子饿是不一样的。就是特别是我们大人，如果肚子饿，我们可以挨饿的。我们就说 OK 没关系，或者是哎呀很困的时候肚子饿没关系，你睡一下的话你就不觉得肚子饿。可是现在不是的，我可以三更半夜起来，觉得很肚子很饿，很想睡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吵，你不要吵我睡觉。可是呢，还是得起来，吃点东西都好，可能面包啦，可能喝杯牛奶啦，还是吃点饼干，我一定要吃点东西，然后才可以睡得着，要不然我整晚就不用睡了。